院的好同仁，郭树春委员、赵丽颖委员、徐少廷委员、林德福委员、刘胜良委员，各部会的首长，还有我来自各界的企业界的负责人，各位在场的各位先生女士，大家早安，大家好。2011世界猪脚节，我们请欧洲代表德国的猪脚，我们请美洲的代表美国猪脚，我们请中南美洲的猪脚巴西猪脚，我们请了大洋洲的猪澳洲猪脚，我们请了亚洲的韩国猪脚、新加坡猪脚、香港、澳门、中华和台湾，总共有世界的六大洲，有10个国家地区，将在这一次的盛会之中，共同的为我们台湾的美食猪脚推上国际。记得前年马英九总统到了屏东，参加屏东猪脚节，他说：“哦，我万峦这个猪脚街啊，当地人说，自从开城以来，没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活动，这么大的盛会。”因此，马总统在开幕的典礼中说：“今年是屏东猪脚节，明年台湾猪脚节，后年办世界猪脚。”因此，今天正式的猪脚节第三届正式开始。所以，这次我要谢谢中央的部委，我们的外交部、农委会、交通部、经济部、客委会、侨委会。文件会8个部会全力的来共同参与，我们的企业界有一年的集团，还有台啤公司，很多的企业界都来参与，所以我们这次的主轴就是要让我们台湾的美食猪脚登上国际，让我们北有凤梨酥，中有太阳饼，南有猪脚伴手礼，所以为了推销猪脚伴手礼，让我们的观光客要回去之前都能拿几箱屏东的台湾的特产猪脚伴手礼。它不是只有好吃而已，它有几个文化的意涵，它是纯粹先生能够天福天寿转运天，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猪脚伴手礼用票选，让全台湾的人都来参与网络的票选，现在已经40几家踊跃报名了。我们要在8月底之前，从网络票选找出10家的猪脚伴手礼，推销给全来自台湾的观光客。第二，我们要办金厨王猪脚料理王的比赛，我们分为社会组，都是5星级的饭店的厨师来参加，我们有新秀，我们的各大学院校参与学校越来越多，觉得一技在身，受用无穷，所以很多的高手参加新秀，我们有丰硕的奖金。第三，我们这次邀请了10个国家地区来台湾参加世界猪脚节，我们要办理邀请观摩赛，把各国的猪脚口味不同的，除了交换意见之外，也能够呈现在我们台湾呢、每个人的口味品尝之中。所以这次世界猪脚节，谢谢各单位，还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界来共同参与。我们一直觉得，今年戴局长说的，我们去年560万的观光客，2年后变成700万。行政吴院长说，5年内要进口的观光客，入境的观光要达到1000万，我们怎么可以放弃这么无限的商机？所以，立法院王院长，还有所有的立法委员，觉得我们要站出来，把台湾的地方的美食推向台湾，推向国际，这就是我们今天办理世界猪脚节最重要的意义。让商机无限的猪脚伴手礼，让所有我们的台湾观光客的，没有凤梨酥，中有太阳饼，南有猪脚伴手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我们今天的各位策划。
署的立法院副院长曾永权曾副院长，这么大的不会吃腻，吃腻。老米来了，好吃吗？吃冰奶会吐骨头，第一次，好吃好吃。第一个，他把那个猪脚的那种美味啊，正宗。第二个，因为它有黑糖的冰啊，所以猪脚是有点，再加上一点甜的、啊，这个是人间极品。太好了，我第一次吃。这个是，所以我说我们台湾的美食啊，一定先去，都会很热闹。你会觉得口感有错？不会，很放心。有些人是奇怪的，怎么冰用咸的？它最主要是这个是用黑糖的糖，跟一般的糖不一样，它的糖是一样。哇，这么好！而且黑糖是夏天的小甜甜，哎，够刺激的耶！哎，我知道，什么颜色？对，这个温度的物件，对啊，赞！谢谢温度，赞！哇，你这全板糖，好，谢谢。在扎餐的不假，对你来讲，你的气价，现在的不假。我来设计的，我的。